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大时代如何找到成就感。这辈子总要找一件让你痴迷的、热爱的事情去做吧。躺平和内卷之间，我找出了第三条路。奔驰的路途上，从来不应该是蒙眼狂奔，而应该是在对的时刻顺势而为。我是珍珍，是两个娃儿的妈妈，以前总是希望干点大事给自己成就感，后来我意识到我就是个普通人，在普通的生活里为别人解决一些小事也是一种成就。莫等闲，来了少年。之前我组织小朋友参加爱老敬老的活动，有一个婆婆，她就在角落里擦眼泪，她说她的儿女常年在国外，自己一个人生活，看到小朋友这么热闹，她觉得自己很久很久都没有感受到这种温暖。我上次去她屋头噻，真的好冷哦，有一个电热毯吗？想到晚上睡觉能够睡得踏实吗？哎，袁婆婆啊，我现在上来可不可以嘛？我觉得人世间的温暖从来不需要一个宏大的表达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话，往往都来自于将心比心。你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，那你就用心去做。可以说这个客户权益观让我的心也慢慢发生了变化。王先生你好。我的工作就是帮客户解决问题，我想听他说什么，站在他的这个角度，我能帮他做些什么。我给客户解决问题，在我看来其实也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，工作和生活可能就是这样比较自然地融在一起。这些事情说起来很琐碎很日常，但是我每天乐此不疲，日程排得非常满，希望把自己的小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。我梦见了我跟我老板马戏团，然后里边有大象还有猴子还有老虎，大象先进还是那个狮子先进，就已经焦虑到那个感觉了。我是孙玉泽，今年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世界都不确定了，很多的都没有什么方向感。有时候我会想，那我为什么不能幼稚一点，我们先干起来。 Everything starts from yourself。 那干了以后可能慢慢的道路会更加清晰。拿我自己做这个数字化研发的角度来说吧，10年前谁能想到咱们的生活会有多智能。我的期待是能够将更好的一个数字化的产品呈现给用户， APP 做到一个新的高度。有时候用户体验不好了，我也会觉得哎，这个事儿我有责任，慢慢的带起了一个潮流，就是大家能够一起往前冲一冲。这个是我就是真的很受感动的一个地方。现在奔驰在中国的本土研发，慢慢的从辅助的这个角色变成了指南针的方向，甚至反哺我们奔驰全球的研发系统。Let's do this。 站到擂台上的时候全世界不一样了，如果别人打了你一拳以后，第一反应先打回去，工作当中也是一样，我们把拳挥出去，然后就开始干了。不确定的时候，反而会有更多的机会。只要卯足了劲儿往前奔，我相信明年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突破。众所周知，佢会系所有交通工具界入边最任劳任怨。你那美态，嘅体验咧，绝对就唔系一般嘅敞篷车可以俾到我嘅。我是袁启聪。Good morning， 不要煮饭上去。先吃饭吧，不要拍了。为热爱狂奔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。4岁的时候，我坐的第一部轿车，看着车头那个竖着星辉的标志，一路领跑。
我就感觉这种未来的人生是我要为之奋斗的，这种热爱就会变成我的事业。到后来我也成为了一个汽车媒体人。六门的车这个市场已经没有了，它在历史上就这样去存在过，把它给拿出来，把它的故事告诉大家。豪华品牌之所以能成为豪华品牌，得看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贡献，而奔驰这100多年来也是这样去做的。情怀车展我们做了第5年了，我更加坚信车是有生命的，他来到这个世上带着各自的使命，参与了车主的成长的轨迹。我们所谓的情怀其实都是很宝贵的一个财富，也是现在成功的一个基石。我很累的，然后哎呀，其实你不懂，我这个行业其实很苦，我从来不说这话。我就跟大家说，我超幸运，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自己的事业。你没有爱，没有信念的话，同学好，没有没有可以比了。我真的很鼓励大家找到你心目中所爱，你可以是汽车，也可以是其他的，这是一种力量，它会带领你穿越周期，一路向前。虽然日月有交替，四季会更迭，但昼夜必定分明，春秋也必将有序。2024正奔驰而来，前路或许不会平坦，时代也正在发生巨变，市场的边界正在被打破。谢谢。但也正因为它的不确定性，才让未来显得更加楚楚动人。过来，来来来，让善意与温暖并肩，让热爱与坚持共生。愿你在2024爱你所爱，行你所行，2024加油，听从你心，无问西东。